在这个电影界里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，就说主角第一主角占多少戏份，一般来说是一半多一点，就是1/2到3/5之间，就这样篇幅的场次有他的戏。如果一个主角把戏超过3/5了，往往这个戏就很难看。可是夏洛特烦恼呢没有按这个规律来，这里头夏洛的戏也就沈腾的戏变态的多到了无以复加，几乎每一幕戏都是他。因为这也难怪，那写他做梦吗？他自己的梦必然跟他有关呢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夏洛特失忆了啊！失忆了！这皮臭！夏洛，我让你回座位了吗？把老师话当放屁，你是怎么做到的呀？可是正因为这样看似不合理的设置呢，给了沈腾很大的发挥余地。因为沈腾呢演戏的特点呢，他并不是像我们熟悉的那些演小品的，你比方我们说小沈阳啊，像这样演小品的，这个小品里头呢，那是他可能这一嗓子模仿刀郎模仿谁一下子就能把大家打中，他说个笑话你很快就乐。沈腾是慢热型的，他必须得在塑造人物的基础上一点点累加，才能把他的演技看出来。因为沈腾本人在开心麻花团队里都不算是有绝活的，你说沈腾你玩过绝活吗？你见到过吗？没有。哎，他基本就是靠自己对人物的理解一点点垒起来。所以我们看春晚上的小品都这特点，你比方说那个什么今天的幸福啊，浩进呐，你要是真舍不得走，那等我前夫走了完了你再回来行不行？那我还回得来吗？不，你今天说话咋净顶风上呢？你叫顶风来的呀？谁？完了，这下得现形了。郝建，你快点躲起来！我问心无愧的郝建为什么要躲起来？当初我俩就是因为误会离的，我求求你快点躲起来吧！我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我包括服不服啊？这大家很熟悉春晚上沈腾的小品，啥也没看着。哎妈呀！你赢了。上忙，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家里的情况啊。小偷到我家都是含着眼泪走的，你明白我意思没？咱们娘俩呢，一起分享几则寓言小故事。这个狼太磨叽了，要服你就服，不服你就走，你给好人腾个地儿。他演这个叫郝建这个人物，他也是通过很多事穿成串的累加起来，最后塑造出这么一个有点贱了吧唧的人物，社会青年郝建。那么夏洛特烦恼里边呢，他的戏份如此之多，恰恰给沈腾一个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空间。但有人说他在一念天堂里头演那个沈默也是从头到尾也有他呀，那怎么就达不到那个效果呢？这可大不一样。夏洛特烦恼里边夏洛是不仅每场戏都有他，每场戏他都是所有矛盾的焦点所在。一出场弄一身带鸡毛的西服，假装整了一个豪车到现场装样子，然后到穿越过程当中又是跟老师干仗啊，又后来唱人家这个周杰伦的歌等等等等，所有的矛盾焦点都在他这，包括他跟那班花之间的关系，跟秋雅的关系，他是核心。上课的时候我看见你一直在咽口水，我猜你肯定是渴了。没放学我就到小卖店去给你买汽水，可挑来挑去都是冰的，我只好用汽水在我的胸口捂着。现在好了，汽水不冰了，可我的心却是冰冰的。但是沈默在一念天堂里这个位置就不是核心。你看着这个故事错综复杂啊，一会儿又这一会儿又那，一会儿又是电话诈骗了，一会儿又黑社会老大杀人了，一会儿又日本这个杀手进来，错综复杂。我就是日本第一杀手。但是这些线沈腾演的角色沈默起到什么作用呢？他把这些线穿起来，没有他这些线都不成立，得靠他穿。所以他其实是个什么角色呢？我一说一点你就明白。好比咱们大晚会的主持人，你说主持人出场多不多啊？每个节目衔接都是他，可是看完晚会你能记住主持人多少呢？所以主持人看着戏份多你不一定能记住他，所以这种情况是很难发挥沈腾的演技的。也就是说沈腾这样演员呢，需要很多的戏份累加，需要大的空间。